是突如其来的就嘣一声，非常大声，然后以为我们会以我以为是可能路上可能人家可能有事故还是怎么样，就不是啊，才发现是那个树倒掉，刚好没有人经过，对，才没有发生人为的事故还是就是没有让造成人员还是有人受伤之类的。